tu summa de vara sheis pachos kisku do tu go sem chan kula chan razis nam ka tabur kya pe chu ji jal 舍卫城在印度六大古城中以经济文化发达而著称，其名字的含义在梵语 Shravasti 中是请听佛陀教诲的地方，在巴利语 Sabasti 中是一切圆满的所在，在藏语拈迂中为文物无物不有。佛教律典记载，佛陀允诺在舍卫城及孤独园结下安居。历史上，佛陀与僧团曾于此结下安居25年，示现了很多神迹，并宣讲了通往解脱道路的众多教法，例如《金刚经》《阿弥陀经》等等，都是在此宣说的。舍卫城是在印度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城市，在释迦牟尼佛以及他的所有的弟子在那里安居，所有的大部分的经，释迦牟尼佛的佛经在那里讲述，所以那个舍卫城是不只是释迦牟尼佛，我们也看到在目犍连舍利佛的塔也在那里，印度的16个罗汉以及80个他的主要弟子都在那里，所以这是很非常加持有力的殊胜的，一切这个身体里面的最圣的一个地方。然而，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佛教圣地，如今已成印度偏远荒凉的地方。世界各地慕名而来朝圣的人，也远远少于其他圣地。直贡噶举第37任教主、第7世彻赞法王昆绰颠金。昆桑清烈尊珠于2013年开始筹备舍卫城大计划，此计划包括为此地提供经济、医疗、教育发展援助，于奇树及孤独园附近新建无教派大寺院。并于每年的11月举办国际性的舍卫城佛教文化节。11月3日，藏历9月22日，适逢佛陀天降日和直贡噶举第36任法王冲赞法王的诞辰纪念日。上午10点，舍卫城佛教文化节2015盛大开幕。And the Yard Super Shabji Shiso, Shisum Badar Gilodar Yagadawa Sungirilla. 第37任直贡法王彻赞法王发表演讲，阐述由此发任而行的舍卫城大计划将为当今世界不同区域的佛教文化交流创造善巧方便。下午，法王亲自带领大众徒步前往附近的奇树及孤独园朝圣，燃灯祈愿，口传了出自《大藏经》甘珠尔的藏文版《吉祥经》，领诵了《佛陀12行遗赞》等经典。
为世界和平与众生的福祉祈愿。今年的参与者以来自喜马拉雅的僧侣与佛教信众为主，加上少部分世界各地的嘉宾与弟子，共计1500多人。此时此地，对于所有追随佛陀足迹的人能参与其中，以身口意虔敬顶礼供养赞颂以及闻思践行佛陀的教义，显得格外珍贵。在代表佛陀的上师与佛陀教法的加持下，文化节的举办在时间、地点、上师、法、弟子五个方面皆呈现吉祥，成就了一切轮涅五圆满所设的殊胜。11月4日至7日，每天上午8点由领诵师带领祈愿念诵。此次的经文集除了结集了常诵经典外，还收录了在北传佛教和金刚乘客诵中少见的吉祥经。此经由佛陀在此地应天人祈请而宣讲，开示了世间的正见，以及如何以正确的世间道路出发进入正法，得到暂时与就近的吉祥。如今吉祥经仅在南传佛教中广为流传与受持。念诵之后，法王对吉祥经做了深入浅出的教授，摒弃局限其为南传经典的偏见，如实体现释迦牟尼佛教法的完整一体性。而文化节所诉求的也正是万法归宗、无教派分别的大社卫城精神。11月4日至6日下午，分组辅导的内容涵盖了《佛陀本身传》、《四圣谛》、《缘起法与禅定》、《爱与菩提心》，由安央仁波切、翁都仁波切、坚安仁波切。到29岁的时候，望楚多杰博士、堪布索纳姆、堪布根雀朗卓，分别以藏、汉、印、不丹、拉达克等五种语言进行讲解。为了方便大众，文化节组委会搭建了帐篷营，并提供法会期间的一日三餐。此次的大部分参与者世代居住于尼泊尔里密、拉契、印度的拉达克、锡金以及不丹等喜马拉雅山脉，虽同为藏民族后裔，平时也少有机会相见，此次欢聚一堂实在难得而珍贵。每天晚上的文化表演中，展示了喜马拉雅各地古老而罕见的音乐舞蹈，如尼泊尔里密可上溯千年的曼舞、拉契著名的鼓舞等。
其中还穿插着年轻一辈的各族表演者，更为晚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而来自不丹松母堂，被誉为当地的文化瑰宝的十二生肖面具古舞，与十三世纪吉天颂宫的弟子纽加瓦拉朗巴创建寺院具有深刻渊源。此舞由拉朗巴创编，据考证也是不丹最早的金刚舞。今年九月，为欢迎法王的到访，寺院为法王献供了这个已中断表演20年的金刚舞之后，法王也立即邀请他们参加文化节的演出。舞蹈开始之际，暴雨骤临，仿佛天降甘露。接近尾声时，雨势较小，并随着舞蹈的结束而骤停。众人见证了这天人相应的一刻，无不惊叹传统文化的神奇，以及圣地巨大的加持力。来自拉达克的传统舞蹈，再现了格萨尔王和长弓武士的威武。
寻常的水罐舞，表达了因气候变暖而造成的干旱，让高原沙漠中的人们视自然之水如甘露般宝贵。11月7日上午，文化节特别设立了环保教育单元，邀请来自台湾的唐明女士和陈仲仁先生介绍了蒲门永续设计与绿能建筑的理念，启发人们顺应宇宙和地球家园的环境法则来生存与永续发展，否则动植物都面临灭绝的危险。一切法因缘而起，法王认为行佛法和行蒲门永续设计有着相应的关系，保护地球生态健康，挽救动植物，利益一切有情，是人类应尽的共同责任。Now I take permission to read the petition. 随后，文化节执行秘书长 KT 蒋晨先生以2050年达到100%可续性替代能源为主题发起倡议，以藏文、英文、中文宣读了请愿书，经参与者举手赞同，随后送达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让我们现在开始行动，一起冒险，一起为全体世界众生建设更美好的生活。谢谢。Now, those who are in favor or in support of the resolution may kindly raise their hands. You can also clap.被联合国粮农署授予山地伙伴全球亲善大使荣誉的法王，以其宗教领袖的影响力，使喜马拉雅地区的环保计划成为全球减少气候风险计划的一部分。文化节的闭幕典礼上，大众修持上师会供，将功德回向清净法界，回向一切乳母众生，成就无上圆满佛果。社卫城无教派大寺院已经破土动工，计划于2017年11月举办的佛教文化节期间举办落成开光大典。5年之内，将陆续邀请佛教各传承宗派来到这里，分享佛教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5年之后，文化节还将结合世界其他宗教的朋友们，为世界和平与保护生态共尽一份心力。这个地方是印度边界很近的那个地方，很落后的一个村庄。大家都有责任，大家都行动起来，简陋的圣地共同来参与啊，维修很穷苦的这些平民的教育方面，生态方面也做一些贡献，将来成为一个世界上一个佛教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圣地，我希望是这样。清晨，古老的社卫城在薄雾中渐渐苏醒，法王的愿景如旭日东升，期待在往后的每一年，更多的朋友能够一起与法王追随佛陀的足迹，共同为社卫城的历史写下新的一页。